佢就要第二次打 Nova。那個 LA 在邊呢塊呢，其實就是被 Nova 打到都失曬嘅。原來咁所以你呢一場比，首先要睇呢一場比賽結果先啦。如果 L 贏嘅話咧，咁佢好大機會咧，機會咧會要同 Nova 再打一次。咁有機會咧，就要loser 同 Grand Finals 都係要連戰，都係 W 連嘅。好大機會，可以試下嘅一個復仇，又或者一場啊，有機會嘅。好，咁都係撳翻呢場先啦。好，哇！一直接係冇反應嘅 Phantom。哎呀，呢、這个好冇得去 up B， 冇啦，用 up B 俾 Nier 嗨到，跟住伸完咧，佢都冇希望翻嚟。呢、這个 matchup card 会唔会比较难打咧？我唔系，我就觉得呢个 matchup 其实大家都有机会嘅，即系佢雷卡比较弱嘅 H 加咧，其实就 Zelda 唔点做，或者佢其中一个选项就系、是、可能放 Phantom 落嚟 Nier 啊，up B 啊之类咁样啦。咁但除此之外咧，其實我覺得卡都有足夠能力避開嘅 aggressive， 即係講offense 嚟講咧，我覺得包係卡一定係比較比斯特強。有咩啊？而家但其實都大家個 percent 都係好接近啦，但係咧就都係有L 有 limit 嘅。佢會點用咧？直接撞爆咗啲嘢。我喺个 F 条，揿翻啲好嘅。喺 I B 神啲好选择。Finish up upset。哇！喺咁都转咗出嚟啊！呢个 Zelda 好常用嘅 landing 呢个边，系一个好大嘅。哎呀 ！Lightning kick， 冇啦 ，stop。Lightning kick 球板。呢个 stop 嗰啲。飞啊！大点出嚟咧 ？Zelda， 诶 ，H 开。继续 Lightning kick。靓嘅。L 本身佢今日嘅有另一個 letchup，L 本身佢個 letchup 咧 ，Fisher F2 嗰啲 letchup 今日嘅變身唔高嘅，但佢反而捉人起身之後下個 option 咧，佢變咗都百幾高喎，我覺得。我諗而家嚟到呢個 even 嘅 last door， 捉到一個落地用個空地斬，冇分離啦，都係 OK 有個捉，呢邊嚟啦，小心啲啦，冇 spike。冇機會用到咧，因為佢唔選擇撳 B 啦，唔選擇撳呢、這個硬 B 嘅，我就係一個窩嘅，怕數佢，好驚啊！咁但係而家13% 嘅卡咧，好大機會會有過一個零。呢、這個好驚嘅咯，單 B frame check， 落地直選得非常之好，我知道佢有空間會會超啦，直接 get 落去。哇！呢、這個 parry 但係冇做到 punish。I think upset 咗，佢跳起弹系就冇咁俾落去嘅。其实都见到 Yuping 其实佢俾个剑咧个威胁咧都好大，所以佢都成日逼住用好多嘅 defensive option。哦 ，dash attack， 或者咁搞，因为佢剑实就好大啦，而且好容易可以做呢个跳啦，或者 leg shift situation，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U 咧都要被逼用一啲 defensive 嘅 option 路啦。有啲我覺得可能個距離上咧 ，lightning kick 未必可以真係咁有用咁 punish 到佢嗰啲cloud 嘅 area， 都係要睇 spacing 咯。我見佢俾前幾場打嘅時候，個 lightning kick 中嘅次數都少咗唔少。其實Yuping 喺近身嘅時候咧，佢 finisher 因為 finisher 唔算好啊，佢淨係得 fair， 所以其實佢俾人壓住個 shield 嚟打嘅時候咧，佢會比較辛苦嘅。嗯，有機會登人，但係 L 係 delay 咗個 timing 嘅，非常之一個靚嘅 spot touch， 係一個細 combo。Yuping 都做到同 L 差唔多嚟，就係捉佢 neutral gap 嘅 high 入邊。哎呀，呢下可以係一個 sorry。哇！直接 L 嘅，哇！嘅 lightning kick 直接搞掂咗。一個靚嘅 call 直接打斷咗L 嘅 back。呢個 Air， 呢 Air 打差一個幾好嘅資訊，雖然呢個好隱陣咁用，冇跳啦。啊，呢個食曬啲刀 ，Punish。
你嘅 dodge， 你其實大部分人打 Phantom 咧，其實都係採取用跳即刻交跳交 double jump 嘅方法去避開 Phantom 嘅向上嗰一下。咁佢交完資源之後咧，就我要少咗提防英兵嘅 up smash 嘅。哇！好唔好玩個？真係搏到。哇！你唔知點解無啦啦就 fall punch 嘅？嗨啲時間。up smash 唔中，即刻做 punish。哇！呢下嗰边冇草冇草满，系直接快速咁放咗个 Phantom 出嚟，睇唔知啊！一个十分之好嗰啲啦，喂冇咗，靓仔就系就成个 show 嘅。诶 ，smash 出嚟，后边系 good DI 大，系咯，我做咩？诶，靓仔啦，佢都诶，我觉得 L 处理呢啲情况系非常之好，因为知道人。pressure 完之後咧，會撳咗個 option 咧，然後就走埋嚟 call， 又喺度 grab。而家揸住個 limit， 哎中啊！佢唔會好心咁打啲小分離咯，反而佢係咁着重下一下猜爆啲木猜嘢咯。嗯，而且佢仲係用反應去猜嘢，捉人嘅 skill。轉個轉眼間，佢已經攞翻曬 stock 嘅 damage。啱先輸兩 stock 變成咗而家領先啊！一 check 俾俾 Ubi 捉到。呢啲有上先，快到一个十分之靓嘅三 B 啊，收咗个头。如果你想知道头先嗰场L 点赢咧，你睇呢场都学到噶啦。哦，但系佢所有 defense 防，即系佢本身已经赢咗 Open 嘅场，佢点样赢？佢赢我，我同赢，赢到 Open 嘅可能其实非常之相似。系呢个金腰打仲可以玩多几次啊？玩几次睇下，冇得咁装啊！冇咁容易，我都话 L 系好大。我见以前你战绩都系多数输你 Jimmy 或者 L， 系啊，佢两个都我都好难啊。而家系第三个 game，U 兵系选择去翻FD 嘅 FD， 传统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好嘅场啦、啊，哇！呢个 O， 但系冇关系啊，而家 L 佢个佢冇 mental 就 high 过强啊。我如果系 U 兵嘅话咧，我喺呢个时候咧应该好惊，但系越惊咧你就输得越快咯。最紧要唔好俾人打乱个节奏啊！好难啊个节奏，我觉得。喂，靓啊 ，two pick， 中掂。咁啊，拉翻同梳啦！希望咁样可以挽回，帮佢挽回翻少少嘅斗志啦。喂，呢、這个冇错反打，但系都有分，打到呢个 up B 嘅独自升天。又做翻 sell 大 sell，up 跳一个，一个冇错升翻，靓靓嘅一多，摆住堆咯，个 bear。直接跳佢 Phantom 呢秒，啊 ，Grace 出咗嚟，咁咧系 recover， 系俾人 two frame 咗。佢啲系快嘅 Phantom 咧，都有啲难，即系可能都真系需要尽早跳咗就算。哦，系啊，咩嘅 call？ 十分之紧凑啊！佢仲有跳嘅。我啲嘢想啊，佢白龙眼系啱啱 call 湿咗。哦，十分之开心啊！都有啲好彩咁样，终于可以攞翻一嘅嘢啦。咩感受到侮辱啫？人哋我都赢。争啲啊！争。点样拉过佢落去啊？好唔好？点都今次冇拉。不过唔紧要啊，就算U兵真系咁样俾人 up B 咧。佢都唔係第一個，亦都唔係最後一個。我感覺嗰個 percentage 都未必會真係佢死先。Game Three 係嘛 ？Game Four 啦，而家二零一啦已經。係L 嘅 counter pick 係去咗去咗 Game Two 嘅。我都睇到呢樣嘅點算喎，選擇啦。防好其實好方便，靠用 disjoint 去撩啦，up slash 之類啦。跟住，然後又有多個 landing option，
Chess 都亦都係一個幾公平嘅場地，冇咩特別。所以呢個場對 Sheldon 都唔差，因為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defensive 場嘅場。哇！直接嚟啊！曬啲。而家 L 已經越打越順啦，佢所做出嘅招咧都好大膽。節奏好似比啱啱仲快咗少少。阿 Sheldon 落嚟，終於中一次啦！終於冇俾人擋啦。逼佢唔中，大家都冷静。哎，一只掉个 delay。啊，本身系正路嘅，但系之后个阿 Mir 就防咗。哦，呢个可以挡晒，直接踢出嚟，唔使搏车，唔使搏，唔需要 carry， 唔需要 spot dodge。但系转个头已经俾 S 俾即系踢追翻啫，即刻可以攞翻个数。靓足，捉埋 Chase。你阿 L 好冷静，佢唔出嚟，好有呢个Spiral 嘅风范。而家个 New Chobi， 所以有人同你讲话卡嘅回场系废噶啦，你可以俾佢睇下 Spiral 啦，同埋 L 嘅。哦 ，OK。哦，系呢下啲好彩仲快。哦 ，Up B punish，Up B 扣大。即系 Up B 都 Q 得几早，系啊。如果你再下咧，其实必须要 DI 咯。如果唔系咧，就好快死，因为佢第二下已经好高啊嘛，好高再中。你倾咁系 1% 啊？喺呢下竟然放手喎，可能佢撳緊upset 啦，有冇 get 啊？冇 get， 直接跳走。一個單人出嚟。一唔夠時間出嚟。就算 upset 都係會擋你。哇！一個 dodge 肥咗佢 upset 啊！哇！你發達啊 ！upset， 哎呀！其實佢 fair， 我打落盾咧，其實可以 upset 噶。喂，招你竟然招，哇！好彩個方向係主係 in safe 啊！擋咗 lightning 擊，又俾人掟翻出去。啊哈！又俾人擋啦。好 game five，game five。因为重新拣翻 Final Destination 嘅，我觉得 Land Platform 嘅虽然话 Platform 系一个好嘅选择咧，但头先咧我觉得用得唔系太好咯，因为 Platform 佢变，因为 Platform 靓咧，令佢觉得好似比较安全，反而就令到佢好太用 Platform 用得太多啦，而且用 Aerial 落咧就俾人捉影啫。可以翻翻去呢个FD， 可以冇翻个 Platform。佢加 W 加得好多，我係想純粹 respect 個 Phantom 啦，但係咧 W 用得太多都對卡嚟講都未必係一件好事。呢個打真係十分之痛啊！兩兄嘅 combo 地打40%， up 跳了到，佢 air drop 地真係幾多喎？但佢打其他 matchup 都唔 air drop 地嘅。阿 B 後 feel。finish， 哇！斬咗我盔甲度，就係有呢面嘅卡啦。哇！佢其實呢下已經 space 得唔錯嘅 backer 啦，但偏偏就係仲哇！十 percent， 60% 到啦，一個 session 啦。阿 B 係穩定，呢面嚟啦。呢面睇佢會唔會流啦？佢唔，哎呀，攞嚟打盔甲。咩啊？你想听？哇！冇机会啦。而家又再有就嚟有啲咩啦？佢今次应该系分之好啲啦。哇！斩斩落去，斩中咗。好，有啲咩出去？哎呀，呢下我都冇需要。佢走下边，然后佢用呢咩 up B 翻上嚟咧，系好稳阵。
可能佢有少少貪心流，或者驚 Zelda 個 Spike 有啲異種。同埋其實佢呢一個位個 Phantom 咧都已經出死咗幾次咧，佢應該要提防多條啲呢條橫線。不過唔緊要，佢都領先緊一個 spot 有多啦，多70%、80%。喂，其實要 shot， 人哋一個 RB。哇！呢下唔知做乜？系靓兵啊！系啊，喐兵啲咩嘢？想捉住但系捉唔到，冇机会。跌咗唔紧要，四点嘅。边度 ？Zelda 跑得太慢。即系冇 punish， 有一个 bear 打翻出去。诶，四成。Fighting kick。kick 有机会 kick 啦。哇！你佢 kick 早少少咧，就 Phantom 都中埋。靓嘅，黑住个。握住牆邊，避開個 down air 嘅右邊，冷靜啊！繼續用跳嘅。其實頭先 air 已經用咗好多次跳去走 dash 啦，但係高兵就唔係好捉得到。哇！啊 ，Jason 有啱啲未啦？有冇機會啊？恭喜你，恭喜 air 呢個 loser final 啊！直到而家咧，所有內地嘅玩家已經